今天我们来试吃全联玫瑰鸡。搞什么搞什么？哎，阿星，哎，马丁，我们曾经试过各种各式各样全联的不一样的季节，有草莓啊，有巧克力啊，有的没有啊，什么还有抹茶之类的。但是不只是全联，我从来没有听过。玫瑰有分季节，有没有农业系的观众可以告诉我们说，这种农业系吗？真的有种植系之类的观众可以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像玫瑰这种东西，它应该不像水果一样，它应该是在温室里面。就我的认知当中，它应该是全年365天应该都有的东西吧。所以就随便挑一天啊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啊。空窗期就在水果没有的中间来一个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又有一个问题很好奇，就像不是有听说什么水果是夏天的时候吃会比较好，然后什么时候吃会比较好？但是像现在农业这么的发达，都在温室里面，还是有在分的吗？但是所有东西都在温室里面就会变贵啊。好的，各位，今天我们来开箱全年新推出来的玫瑰季。那我们今天挑了几种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种，不像是之前出那个什么草莓鸡蛋糕，所以很开心，终于不会吃那么饱了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那个我刚才付钱的时候，那个人跟我说，认出来了吗？对，你要买这个了吗？是哦，我们都是去扫货，每一个都买一个。他的语气好像有点担心哦，感觉我们说的不好，他卖不出去，会不会？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就准备了六款不一样，也是全品项，六款不一样的全联玫瑰鸡要给大家看。那首先是我们的第一款玫瑰泡芙，第二款玫瑰奶酪，奶酪。下一个玫瑰天使卷，上面写说是屏东在地小农的有机玫瑰花瓣酱，有玫瑰酱这种东西、啊、玫瑰花瓣酱，玫瑰花瓣酱。几个字你可以念错几个字啊？玫瑰凉果子，玫瑰双线半月烧。我已经想到你刚才的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它是又在屏东的有机玫瑰花瓣，所以呢？你现在是几月？现在是五月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五月，我们拍片的时候。你知道玫瑰花卖最多是什么时候？情人节的时候啦，五月的时候刚好是玫瑰，不知道该对，没有用。原来是这样。破解福尔摩斯是你玫瑰绿豆糕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给他串串看他们的味道。嗨，第一个是我们的玫瑰泡芙。我们的玫瑰泡芙它的价钱是89块，4个89，一个差不多20几块钱。嗯，好了，它看起来就像是里面那个东西，你会觉得是草莓。对啊，这根本就是草莓的样子。好了，它就是泡芙上面就是淋了那种像硬的皮。对，就像那个什么 donut 上面甜甜圈上面、那個。被你这么一讲，有点像 Mr. Donut 上面会有的那个东西。我前几天在看我们那个之前在拍全联的影片底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。有留言就是说，他看到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觉得我们讲的东西就是很残忍，就是好吃就讲好吃，不好吃就讲不好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都没有再接到他们的工厂。它的泡芙摸起来不像泡芙，摸起来像面包，对不对？软软的，好像会说话，好恶心啊！要还食物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先闻一下味道好了，草莓吗？欸，草莓啊？对啊，这哪是什么玫瑰啊？草莓好不好？你再来看吗？好，有玫瑰，有吗？很淡，超淡。但是用闻就是草莓，咬下去的确是玫瑰味。像你路过那个花店，然后飘出来的玫瑰香，你会觉得，欸，我走在路上是闻到玫瑰香嘛？然后再回头再闻个两口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非常的淡，就一到十分，它浓度大概是0.3，我觉得是0.28，差不多是这个等级。然后里面是普通的奶油，然后吃起来负担微微重，我觉得奶油偏多了一丢丢。嗯，评个分，2分。好，下一个玫瑰上线半月销69块，它里面说有双酱，是哪两种酱？白色跟草莓，怎么看都是草莓啊！这不是草莓，什么是草莓？成分表里面有草莓，好奇怪的香味哦！为什么有薄荷冰冰凉凉的感觉？很像牙膏。对啊，为什么有冰凉的感觉？好奇怪哦！给大家听吗？开口了。好。好清爽哦。哎，好大哦，好吃哎！它两个是好合的，融在一起的。好像刚洗完澡，
不是真的好味道。你不要听他乱讲，就是味道是香的，但它不像食物的香，就是刚洗完脚漂亮的女生的味道，很像你吃了一个三岁少女的味道，那听起来很像会被抓走。那好吃哎、欸，好吃，它味道好香哦、喔，好特别哦、喔。但听个吧，噔噔噔噔噔。但真的不像食物，对，没有吃过的味道，我觉得有特别。下一款，下一款我们来一个，我看它倒是像绿豆糕，它是绿豆糕啊，42块2个，看起来蛮好看的呢。绿豆糕有馅吗？一定要有馅啊，绿豆糕要有馅嘛，它怎么可能只有糕啊？绿豆糕哎、欸，绿豆糕就是用绿豆做的糕啊。外面是面皮，外面是对，外面是什么？糯米？不对，外面是什么？绿豆啊，对耶。啊差，有馅有馅，一丢丢，但那个馅大概就占10%左右吧，不太确定是什么。软软的，不像培乐多，蛮像我们频道味型的东西。来了，意大利面，哎，好，太辣口了，好像在咬粘土啊，好奇怪的感觉哦、喔，要蛮绵密的。我吃到荔枝哎、欸，啊，你有猜对一半，哎，荔枝吧。不是蔓越莓，没有猜蔓越莓啊，差不多啦，那就是零啊，这就是零啊，这算是甜甜的水果啦。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冰皮月饼、哦，只有那个馅，只有那个中间的东西哦，对了，平个分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不知道在吃什么，我现在喉咙好沙哦，因为里面是绿豆沙。这是好的，老师是用他们真的绿豆去做的。对，下一个，这怎么那么眼熟啊？玫瑰凉果子，为什么上个月看到他？上个月我们看到，其实全年每一个月都会出的吧？没有绿豆糕，我是第一次看到啊。之前的都不搭，他有想过的。草莓绿豆糕，怪啊！这玫瑰绿豆糕就好到哪里去吗？玫瑰凉果子59块，它里面也是绿豆糕吧？我感觉里面是绿豆糕，看起来有点像。给大家给吗？那、啊、这是绿豆糕哎、欸！我告诉你，玫瑰豆沙馅、绿豆仁、白凤豆，不就是它吗？它就不就是它吗？玫瑰花瓣、蔓越莓浓缩一模一样。各位，我觉得你买这个不如买这个，这个分量小而且多，对，可以分着吃。你这个一次吃两口你就觉得好沙好。然后它有那个皮包起来，然后比较平衡一点点，不一样的口感。对，整个绿豆糕不行，有皮比较好吃，就像那个一模一样，就像那个冰皮月饼，它多了冰皮。啊，这是有那个皮的，没错没错。好了，买这个就好，三个分，噔噔不错。下一个，再来玫瑰天使卷，99块。哎、哦欸，这次他没有做那个斜边，你还记得我们上个月看的时候有斜边吗？这个这个是一整个，我记得这个很少有雷的，我印象中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每个月记忆都会重置，你知道吗？每个月对全年的记忆都会重新重置一次，这样我才可以拍那么多次啊！哦，好香，很香，很香，很怪的香，米角吗？米角啦！哎，各位知道马贤最近在台湾住了蛮多时间的，10天了，对啊，今天是10天了，10天啊！这普通话怎么来？因为我是拍广东话节目，给大家开麦，来。我好困，跟刚才的一样，是草莓的感觉，但带了一点点玫瑰香。我觉得这一整个系列其实是草莓玫瑰季，其实他把草莓季的东西，然后加一点加一点点的玫瑰香精或是玫瑰的什么东西进去，就是这个、啊、屏东玫瑰有机玫瑰花粉酱。你不要为难字幕师好不好？很好吃哎，而且你可以吃到那个草莓籽，哦，很棒。中间的那个酸酸的，哦、好顶，非常非常非常平衡，好淡。其实它里面没有草莓。那你知道我们吃了什么东西？你吃的就是那个猪盘子，猪盘子，节菇，节瓜，节菇，节菇，芥，芥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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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是芥菇木啊？接骨木就是一个香料啊，只会在 IKEA 的饮料里面看得到。好吃，停个分，可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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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顶！念到最后一个，来，玫瑰奶酪，酪奶酪其实也可以。所以我到底想错还是没有错？没有错，错的是我，对不起。为什么会有两个发音？我不知道，但搞不好我一直念的都是错的。39块，哦，好香，很像那个，很像蜡烛。对哦。
完完全全就是蜡烛哎，看起来也是。这上面再多一个心就是蜡烛，这味道就是蜡烛哦。你带进去吗？哦，我在吃蜡烛哦。不对，好奇怪哦，什么东西？没掉，真的是没掉。你知道这个差什么吗？就是没了草莓的口味，马上就变不行了。这个真的只有玫瑰花的味道，这没有办法吃第二口。没有，我觉得可以啊。你也想象，就是那个情人节啊，没有朋友啊，没有。那刚洗完脚出来啊，你是不是很想抱着？等，超难吃。好了，今天这集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你叫玫瑰芬芳，加点玫瑰特色。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玫瑰花板浆。